你要当爹了，我还当谁爹呀？爽怀孕了，我这怀了一双胞胎，你是不是打心眼里一百不愿意呀？我能说实话？能啊，这孩子生下来呀，我不用你管，我一个人养。绝对没人拉你后腿。我发现你这人就是太自私，你嘴上说同意，心里根本就不这么想。孩子怎么可能畸形呢？说畸形就畸形了，你这你要是真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他这辈子就废了。你听没听见？他这辈子就废了。就这么就废了？他真的得的是抑郁症啊！哎呦，杨长群呐，你可别死啊！干什么你？奇了怪了，我都不知道哪儿莫名其妙蹦出这么一货来。我媳妇儿还得哄着他睡觉，陪着他吃药，我欠他的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这他妈吃完人家脑子就会变慢，人就会变傻。我吃完以后，我就会变成一个疯子。我就成他一废人了，我不会迟到，不会迟到。我就喜欢穿湿衣服，你就这么看不惯我穿湿衣服吗？他要真是个骗子，咱俩就是共犯。谁是骗子？杨超群。哎，你给我放开！警察，我要找警察。警察。 我被杨打开，你总不能逼着我让我逼你吃药吧？你别逼逼行吗？你逼我是吧？哎呦，有那么费劲吗？要不然我吃一个给你看看。啊，那么热呀！不是这样，你要吃过你就跟我说说，它没什么副作用啊。 今天在来电台的路上，就不小心把钱包落下了出租车上。幸亏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帮我送过来了。他谁呀？你说这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、咸的，你都不爱吃，就爱吃这馊的哈。你非想怎么看不惯你这种男人？我是哪种男人啊？朝三暮四，忘恩负义，不要脸！啊！救命！你干嘛关我手机啊？ 你关我手机的这段时间，他错过了最好的抢救时间。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变成了植物人。他现在浑身插满了管子，你能考虑这种滋味吗？那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外人，你至于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。你管不了那么多，咱俩就离婚。离，让你离，我让你离。 人命！人命！我三条人命呢！我肚子连怀孕孩子呢，有用吗？你从小没爸没妈是吧？你跟我说，我是你最亲的人。你告诉我，跟我说，谁是你最亲的人？你跟我说，谁是你最亲的人？你呀！骗子！我要是你最亲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会这么对我。 陈壮，你跟一个植物人较什么劲？你跟一个植物人较什么劲？你跟植物人较什么劲？你还心疼他是不是？行，我今儿也成植物人，我让你看看你怎么办。